黄晓明 Angelababy 将于10月8号在上海大婚。腾讯娱乐探秘婚礼举办地上海展览中心，只见婚宴会场大门紧闭，戒备森严，载货卡车进出停放，婚庆公司正规划场地，看来内部正紧锣密鼓筹备中。而随后记者也在酒店大堂采访到了李湘，李湘也对这对新人送来了祝福。祝福的话吧，百年好合，恩恩爱爱，早生贵子。今日有网友目击到两人婚礼的婚车停放于上海浦东四季酒店门口，婚车均为黑色，饰有彩色缎带，这排婚车看起来至少有10辆左右，以劳斯莱斯打头，后面跟着奔驰。微博写道，看到一排婚车，劳斯莱斯打头，车牌用毛巾挡住了，后面一溜奔驰，看到 logo 反应过来，这是黄晓明和 Angelababy 的婚车。腾讯娱乐整理报道。黄晓明 Angelababy 将于10月8号在上海大婚，腾讯娱乐探秘婚礼举办地上海展览中心，只见婚宴会场大门紧闭，戒备森严，载货卡车进出停放，婚庆公司正规划场地，看来内部正紧锣密鼓筹备中。而随后记者也在酒店大堂采访到了李湘，李湘也对这对新人送来了祝福。祝福祝福祝福的话吧，百年好合，恩恩爱爱，早生贵子。今日有网友目击到两人婚礼的婚车停放于上海浦东四季酒店门口，婚车均为黑色，饰有彩色缎带，这排婚车看起来至少有10辆左右，以劳斯莱斯打头，后面跟着奔驰。微博写道，看到一排婚车，劳斯莱斯打头，车牌用毛巾挡住了，后面一溜奔驰，看到 logo 反应过来，这是黄晓明和 Angelababy 的婚车。腾讯娱乐整理报道。